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HEISHA 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HEISHA API 模拟器 Simulator 哈，我们叫模拟器。用我们的模拟器，可以在我们的开发者购买真实的机库之前，可以节省时间，节省成本，而且这种开发模拟是高兼容性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API 一个 API 可以控制很多种类型的无人机机库，很多种类型的无人机你都可以模拟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主要有两个产品，一个叫 BMOS 是我们推出了很早的产品，价格是2800。 BMOS 模拟的是整个机库的运作，我们会配一个硬件，就是一个上位机，有硬件有软件，有指导文档，你们买过去就可以模拟一个机库。然后我们这次重点要推出的是 BMOS 加，就 BMOS 加，它可以模拟机库加无人机。硬件我们会增加，比如说这个推流模块啊，这个网络模块，比如说路由器啊，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整个的操控的这个软件平台啊，这些都会有。软硬件都会变强，可以完整的模拟一个机库以及无人机的飞行。价格是10000，特别是对于一些要建立网络的无人机机库运营网络的开发商来说，以最快的速度先用模拟器给它跑起来，又快又好又省钱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最新带来的模拟器产品，谢谢大家关注。